算太好，但也凑合吧，浪偶尔可能会有一些，但不乱，这个不碎，这个浪。我去看了一下那个海，那个浪还可以吧。然后你看这个沙都是湿的，有没有感觉到？然后你看这边还是阴天，刚刚应该早上还在下雨，昨晚也在下雨，就在这冲吧。今天是10月16号，虽然阴天，待会可能会出点太阳，小浪 ，Sunset Beach。上个礼拜的浪啊，上个礼拜，在上个礼拜浪都比较大。风也比较小，今天有一些小浪，我觉得可以慢慢来练习。好的，而且风小的话，浪不大，出去也比较容易。像我今天出去，你看没有遇到这么大浪，但有一些缓缓的浪可以，其实抓住的话，能够起来的。好，就在这吧。好，等一等。你看这边的话是多云阴天，呵呵，看马上要下雨的感觉。这边的话已经有一个蓝天的角了。哎，慢慢要太阳要出来，我不知道到这里行不行。今天没什么人冲，来了，应该锤。哎，这边开个壳，再过去一点左边吧。后面有个还蛮大的。这个浪就大很多，哦，哇，啊，还是要等，是有的。哦，来了，感觉是可以的哦。你看这种的，要平时的话，在这地方早就破了，盖死我了。没想到到这里，我还能过浪啊！我自从待了，其实我一直也不太保护我的那个防晒之类的，比较懒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应该是保护一下。然后我戴了帽子之后，就变得不去涂防晒了。
然后有朋友也说，哎，你去冲浪了？怎么没晒黑了？我真的没晒黑。不成熟，没有准备好，浪不够大，不要冲，休息，观察，等到好了，试起来就比较有意思。哦，又来了。等一个像样一点的浪，不着急了，太着急也太累，也冲不好，会来的，大概也就我5分钟，最多10分钟，也不会等得太久，先停一下。我感觉，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。通常有一个还 OK 的浪过来之后，后面会有一个不错的很多的浪，所以一般很多时候我就是看到还不错的浪我就冲了，然后冲下去就没力气，然后再回头回来说，哇，后面怎么来了两个这么大的浪，就这种感觉。对，很在等了。他们在那个比较靠近的那个白浪那一块，其实就我觉得比较累了，浪是有的，你直接推动，把你推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你很快就到沙滩上了，所以还是等大一点的浪，平缓一点的浪，你更加有好好练习的机会。感觉上有一个还 OK 的，当然是好啊。就这样，差一点点，犹豫了一下。Thank you.
精疲力尽，这种风力大的那种平缓的那种小区队，会有一些平缓的转动。Thank you.